来，请说。各位贵宾，各位那个内湖的乡亲，大家好。我民国73年来买金融路的房子，我们家那栋房子都是田啊，我们家前面那个公园也是田。那因为应该是我们政府规划可以盖建住宅区，所以我们家变成那么好的住宅区哈。啊，因为我每天都会坐捷运上班，每次经过慈济这里，这边一看大楼，一看哇，铁皮屋好丑哦。就我就想说，啊，这个慈济怎么到处建那么漂亮？这边为什么不把它弄得漂亮？我住内湖，我觉得很光荣。每次人家问我你住哪里，就是住内湖，有山有水，好漂亮。可是捷运站一经过这里呢，这里怎么都是铁皮，一片铁皮屋，好丑。那刚刚看了那个慈济规划这个图案哈，它并不是盖得很高，而且旁边有大楼。那我们不是盖得很高，哎，可能以后坐捷运经过看的并不是大楼，而是看到都是一片绿地。我真的很希望它盖好，那让我们住内湖人都很有一片光荣感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您的配合。好，谢谢您的配合。还有没有人？这位先生是第一次发言。